老师师娘，各位网络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各位同学，海克拉斯的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唱片之星何华，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。
不止同学哦，还有 也有网络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。对，哎，这个网络上的，对对，网络电视，网络就包含这个全世界。现在的网络非常的盛行。现在拢一个全世界朋友大家好。对对，大家晚上好。是，嘿，我们何华刚刚这首歌是主打歌。对对，里面有三首的主打歌啊。还有哪首？人生途中还有月圆人月圆。那首歌是台语还是国语的？那个国语。月圆人也圆，有点饶舌。月圆人也圆。月圆人也圆。对啊，那不是台语歌吗？台语啊。是啊，啊你来讲国语。我讲台语啊，我讲国语吗？是这样吗？月圆人也圆。我可能看到咱大家好朋友咧，就是不同的区块有点会紧张，跟我做的同款，跟我前几天同款，去上节目，你拢同款台顶，只是讲恁咧较悬，阮这是平，坐咧甲徛咧也无同，安尼哦，雄雄对，雄雄坐咧徛起嘛也无同。你讲咱这个盈盈读出国，因为是坐的嘛，对，伊讲伊坐伫遐嘛，规身躯汗，是安那，伤热？唔是，紧张，紧张，你也紧张。区块无同。小姐，你徛台顶偌久啊？你甲我讲。足久啊。我在台上站着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唔惊。徛起你台顶的感觉，刚才是。后回我叫老师。我周遭的人在讲啦，我一上台呢，台下不管是一百度、两百度度，我甲他一句大家晚上好，安尼。这片天拢我的啊，系啊，对啊，我无感觉啥物啊。你遮门口讲，可是坐着的时候，就算只有几十个人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。尤其咱们唱片界，我是素人，我是新人。好，对，是是。所以说，我会特别紧张。咱人东西有头一摆嘛？无啦，嘿，一摆头一摆惊惊嘛？嘿，两届安那？第二摆听听，第三届安那？未使讲问落去，我起码爱顾形象，我未使像咱们台顶安尼讲啊。台顶的时阵，我会拉拉。你跟我说什么我都直接跟你说，可是呢，这边是网络电视，这个要顾一点形象。我们公司有规定嘛，对不？这有些话在台上，我在台上外场我可以讲的，可是在这边呢，这个有些话不能讲。所以师娘，你不要再你别跟我说给。没有，我们在不同的这个舞台上，就是不同的表现。是啊，像你那舞台顶。你一定要自己先拉起来，不然台下看到会睡着，对吧？你台上做主持的时候，我遇到什么状况都不怕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有主持有活动场啊，结婚场啊，还有庙会啊，不一样的场合，就是不同款的讲话。尤其我看你台上都穿得，哦，不去哦。习惯性，因为现在歌手一个比一个较露脚，所以你主持人一定要比更较露脚。是啊，因为我较细粒子，嘿，安尼才袂解偏落。是，嘛不是惊人偏啦，因为你在台上要注重美感。对对对，在台上的感觉跟我们现场录影啊，或者是照相的感觉是不一样。在这边的话可以半身，是啊，各种那海报都是半身，可是我们在外场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全身。哦，是是，对。然后我听说，不是听说，老师有讲，你还兼做我们这个，除了是摩尔唱片的歌星之外，对，就是好丢兼共青，我们摩尔唱片公司的艺文部的，那你打刚爱来报道敲钟，哎呀，新娘你爱做一张卡咯，给我登，安尼样，我准备要打刚来登卡，对啊，啊，因为我本身我特别挂场会当拍摄无，是啊，有当啊，你若讲多啊好。老师海克拉斯这些同学有很多，这些学生有很多，好，跟我的手机给我一下，遍及全省啊，我们的好朋友，你如果有遇到大人，大人做生日，小孩做母亲做多少，大小可能安排有需要节目的安排，不管是舞台车灯光音响，或者是任何节目的需求，我都可以帮大家来安排。哦，是是是，对，因为头多老师这赖头啊，我多因为在无闲吼，特别交代我们最新的这个唱片呢，也欢迎这个电台、电视台、表演团体、交唱团体、外场舞台，包括舞台车公开播放使用。对，这首歌拢无版权问题。因为拢杰米老师写。对，因为昨天呢，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，是就有
老师在问我说，因为现在我出国出唱片吼，有很多团主他们会觉得说版权的问题，不知道要怎么播放。那么我已经问过我们杰米老师了，在属于我们海克拉斯，还有金曲之星，还有摩尔唱片公司，就是包括我的专辑，在舞台上，如果是经过我的专辑、我的 CD 或是 DVD 播放，是全部没有版权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有现场有我们艺界，我们这份给改，给改团助各位。各位大头家、大老板，你若看到这几部节目，大家唔免惊。等待等心嘛，赶快。只要是你们播放的是我的 CD 专辑的话，对，没有问题，没有版权的困扰。对，因为全部十首都是杰米老师是的替我们和华量身定做的歌曲。是的，好。那希望咱给留咱各位同学。各位哥哥姐姐、各位弟弟妹妹，大家会喜欢，是可以传唱，可以帮我传唱啊、哦！是，那骗子有没有？骗子什么骗子 ？P 呀、啊，是你是说 CD 吗？对，你的骗子啊，我的骗子，对，有啊，嘿，阿哥噶相背，噶老师背，噶公司背。对呀、啊，嘿，噶公司买啊，噶合华本人买嘛，是。我可能要跟助理买，要、哦、对，因为我全部、就是、全权交给助理去负责。对，因为我要对很多方面，对啊、我爱个传外太书团。对啊，啊，因为要看你的电话啊，对吧？找助理、哦，找助理，因为我的电话比较不好打。好、哦，没关系啊，就直接先。我的公赖有200个，哦、先跟公司。那么所以说我那个现场的朋友，跟公司询问也可以，我家报等为何连。所有的好朋友，如果你们有任何节目的洽询、可以跟我们老师跟师娘讲。那其他的细节需要安排的歌手部分还是怎么样？还有我们的外场歌手可以找我来安排，老师会跟我讲。还有呢，我们的。咱出来对咱老公有查某孙啊、查某囝，有想要做歌手的，可以跟老师讲来找我，我会带他们。我这边呢有专门会带歌手的妹妹，哦，专门在跑场的妹妹，啊，让因后因呢，一旦有一个经验，过一旦有钱当赚。对，是哦。啊，还有我们教唱班的老师需要歌谱的话，跟小米联络。和华的十首歌，哦，都没有版权问题。哦，如果说电视台需要打歌啊，你们要帮忙传唱的话，也可以杰米老师写同意书给你哦，这个电视台都没有问题。好、哦，对，好，我们先请这个和华小姐先回座休息，谢谢，因为她还有第二首歌曲要打歌。好。